嗨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清楚的吗？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！突击你们的语音直播，你们再等个1分钟，看到没有更多朋友进来听我说说话。看不到人呢，不给看今天。大家晚上好，我现在人呢，在往遂宁去的路上，刚刚降落，然后现在驱车前往遂宁中，然后是可能坐飞机吧，或者是气候吧，这个声音哑。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一下现在这个季节，早晚温差，这真的要多喝水啊。然后就想着，反正坐车也是坐车，就跟大家聊聊天。我都有在看你们的留言啊，如果我不说话的时候，就是在看你们的留言。没有，没有感冒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可能刚刚在飞机上吧，就这个可能过敏体质，没事的。听不清楚，清楚清楚吗？还行啊，我要看脸，哈哈，怎么了？忘记我长什么样子了吗？就那个样啊。主播得看脸，我们就说了，这是语音直播，语音直播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猝不及防的直播。明天有音乐节，所以现在在路上。哎，明天有去的朋友吗？有吗？集体随您的朋友吗？集体还挺好用的，集体干啥？集体干这，集体干那的，有辛苦。明天见。先说了吧，反正明天是不会唱新歌的啊，不要失望，因为我们没有报批。那时候就是那，就是反正会有机会听到的，再来这几个月都会，陆续有机会的，别着急。那清唱个一两句应该是可以的，大家喜欢吗？新歌？集体孤独，有人猜中吗？其实，如果你说那个提示给的最好的，应该是我的比手画脚呢，还是我的抽象画呢，还是那个 emoji 呢？应该是我的抽象画。你们现在知道那个名字之后，你们再去看那个画，是不是觉得我是被歌手耽误的画家？哎呦，插到头！哎呦，其实我真的不会，我真的那天真的是不知道哪根筋连上，就那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神来一笔。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花絮的彩蛋，应该有看到我自己都被自己惊艳，因为我都不可能想到，我就是在这么突击的一个即兴的情况底下，会画出这样的东西啊！那必须给裱起来，是吧？灵魂画家，哎呦，不敢当啊！真有那么一点东西。
所以你们觉得那个红色代表什么？啊，比划，下次别比了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都别比了啊。我那个笔画，你们试试看。如果被这样突击，然后马上就说叫你做一件事情，完全没有时间想，你也比不出一朵花了。这 是一个效果嘛？吃饭了吗？刚在休息站买了一个煎饼，给我填一下肚子。比较好烂，谢谢啊。还没到遂宁啊，在路上。红色代表心在流血。其实也不需要解释吧，可以代表很多东西。但我觉得你说孤独这个氛围是那些线条吧，就是觉得哎，好像这一群人，然后虽然有了一点点红色，但是就觉得他需要一个氛围。那在最快的情况下，我就把那些。换了个蓝色，把那些线条想画上去，就突然觉得，哎，就有了一个氛围感。那大家今天听到新歌的预告，短短两句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是啥子？告诉你，你才听两句。等一下零点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就集体痛哭吧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孤独它不是一件，我希望表达的孤独不是一件难过的事情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状态。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前提当下，其实很长都会有孤独的这种状态。尤其现在的这个生活在城市，节奏飞快，然后人又这么多的，我们的其实有时候越觉得孤独，是吧？但其实想一想。可以集体做一件事情，哪怕是孤独，也应该不算是一件难过的事情。这是我的个性吧，我都不想把东西太极致。那开心也好，不开心也好，孤独也好，其实都可以去体验。那这个想讲的就是，其实可能大家都在经历孤独这种状态。但是现在的我们，其实 you are not alone，应该这样讲。我这只要怎么说，你不是，对，你不是唯一一个，所以这样想可能会好过一点。零点还会直播吗？零点我不直播啦，我明天要工作呢，但是我应该不会。睡觉，我觉得我应该想撑到零点，陪大家一起听歌。你们可以留言给我，大家都要听歌哦。今晚我们就撑到零点吧，好不好？但我不直播了，我现在就跟你们聊聊天了。然后零点大家一起听歌，也不用听太多遍吧，听了387遍。乱讲。然后对，你们可以留言给我，我都会看。其实我都有看，你们也知道我很常就是你知道在线，尤其最近因为有东西出去嘛，其实是在意你们的感受的，但是不会被你们影响，哈哈，在意，但是不被影响。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。有意义的事情是，就是真的是我出道这么多年的第一首粤语歌，
然后又回到了当时，你知道，出道第一首歌，那时候是孤单嘛，其实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孤独。哦，对啊，我再一次强调啊，歌名叫《集体孤独》，虽然我们的那个预告里面唱的是孤单，然后就开始看到有人写说啊，集体孤单，集体孤单，歌名叫《集体孤独》哦。哦，我先跟你们说笔画好了，那个就是我说第三个字的那个，其实真的没有人看得出来，那是在我是在比一个蘑菇吗？菇，就是一个蘑菇的头啊，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然后我还蹲下来，那就是一个菇啊，看不出来，没看出来，它就是一个蘑菇，对，我刚刚。说到就是第一首粤语歌嘛，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挺，就是我们，因为其实都一直在做专辑嘛，然后都持续有在收歌。那说到这首歌，其实当时没有想要做一首粤语歌，但是说到这个歌的时候，它就长这样，那词曲就长这样。然后当然公司有讨论说，哎，是不是要如果要用，是不是要填重新填词啊什么的？那我觉得他意见很好，而且其实他我不想破坏掉他本来的样子，然后又觉得，哎，其实好像这些年大家看我唱一些粤语歌，其实好像反馈也还不错。那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一个时间到了的缘分，让我的一个歌唱生涯里面有一首粤语歌，但我觉得我自己当时录完第一次听到那个成品的时候，其实是有，就觉得哎呀，又是一个新的感觉。而且其实，在录这首歌的时候，啊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说更多一点。但是，其实，在录音室里面，我很久没有在录音室里面唱这么 enjoy 了。那我们特地找了一个。说粤语的老师是专门帮人家配唱粤语的老师来配唱，哪怕我平时会说粤语，但是你知道，就是唱歌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唱这个歌，真的觉得哎，有很多新的录音室里面的一些好玩的东西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更多。那新歌《集体孤独》。等下零点，全平台上线，包括当然 TME，然后网易云、汽水，还有 Apple Music，什么来着？MV 拍了呀，啥时候播？我现在不知道。我们最近就是很多事情。然后同事他们都非常辛苦。那现在大家在假期，但是是他们在就是录音的时候，真的辛苦他们。那大家不断的在检查，比如说之后会露出的视觉啊、MV 啊，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物料，所以肯定会有的。好，我不说话了，我先看一下你们说什么，然后看到有值得回复的吗？好快哦，天啊，我要把眼镜戴上。哎，29号电台，我有给大家埋下一个伏笔，我有很快速的讲了一句粤语。头发哪个啦？那时候我就暗示，但是好像有一些朋友听懂，巡演，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那边做侦探去那个叫什么抓了我跟 Kenny 聊了什么，那是你们自己的解读哦，不关我的事，那是你们自己的解读哦。我可没说什么，你们怎么这么可爱呢？
嘴巴可真严，也不是我严，我就觉得大家那有时候我们就是那知而不言是更难的，不是很多事情就要等官宣啊，然后那等等的，就像之前大家一直催我专辑、催我歌什么的，其实我，然后很多人说我很爱画大饼，我有时候是会乱说话啦，这个我承认。但我不会画大饼，我觉得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那其实也对，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新歌也好，新专辑也好，巡演也好，除了我，那公司我团队，其实当然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们。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都想这些事情发生，它就会发生的啊！什么新的戏剧也好，那不就拍了吗？然后新的那我也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新的综艺啊，等等音综啊。其实我觉得都最好的都会发生，只要我们都好好的，然后开心的、快乐的、正向的去往下走。你稍微画大饼，你看我刚刚又画了一个很大的饼，是吧？好吧，被看穿，我就是个画大饼的，这样。你的老头背心，老头背心。那天，对，而且那天我在画，我都不知道同事在拍了。实体专辑，怎么说呢？最好的都会发生。签 售啊，哇塞，签售这两个字。签售，这是我刚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挺流行做的一件事情。现在不确定，现在还有人在办签售吗？有，等实体专辑有，我们要收的。会有吗？那你们会买吗？现在买专辑的人，哎，你们家乡还可以有放就是播 CD 的地方吗？我坦白说，哦，我家真的没有，车子也没，就是车上也没有放 CD 的那个 CD 槽，然后家里也没有一个特别可以放 CD 的音响，电脑也没了，所以其实现在 CD 真的就是实体这件事情，其实真的就是给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收藏吧，收藏的一个东西。因为其实大家听歌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嘛。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实体，你知道有歌词本这件事情，然后有内页可以看一看，然后可以留下一张专辑这件事情，其实还是挺重要的。那至少我发到今天为止，我所有数位上线过的音乐都有实体专辑，那你觉得这张会有吗呢？啊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必须有是吧？我要买。必须买，车上都播歌的 CD，谢谢啊。反正我觉得最近今年结束前会有挺热闹的，我们就持续关注，然后我就负责把自己的就是身体养好，然后开心的跟你们分享，
新歌，还有很多新的事情。就像我刚刚一降落，我就有点小生气，就觉得啊，怎么自己这么不争气，就飞了一趟，然后就我就声音就哑哑这样，就明明很开心，很期待要来就是音乐节，然后这周不是还有几就是对连着有一些活动，就啊，就觉得怎么才飞一趟飞机就这样，但是无伤大雅。哒啦啦啦！我跟你说无伤大雅，就是因为他这个 hook 太抓了。现在大家想无伤，我每次想无伤大雅，我就想要哒啦哒。我喝口水啊。明天如果有去现场的朋友嗨起来，我其实真的觉得音乐节很好玩，然后可以跟我的乐手们一起，然后包括你们带其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唱歌，开心了。当然巡演，那就是音乐节的好多好多倍，因为那空间又更私密嘛，时间又更长了。然后我们就属于我们的空间。那当然，我也很想做这件事情。那现在如果大家都等零点的话，可以先听一下白夜克拉克。其实我觉得。白克拉克那五首歌都很好听，我发现还蛮多人喜欢那个无症状的，是吧？有机会吧，有机会可能可以唱一下。然后零点就可以把《集体孤独》听他的387次，哎，还是378，我忘了。但这一次真的很期待大家对这首歌的反应是什么。我回到当时发第一首歌的感觉，就是啊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，你说表演一首粤语歌，其实就是表演。比如说，可能之前节目大家听到我唱的那些歌，但是拥有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粤语的新歌。不是一首翻唱的，它其实真的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缘分。然后也谢谢，就是公司就是愿意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尝试我想尝试的东西。等下大家听歌呢，一定要看着歌词哦，尤其是可能粤语不是太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。我会特别喜欢的其中一个，当然我觉得旋律之外，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我歌对一首歌对我来说，歌词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《集体孤独》是我很有共鸣的歌词，那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粤语不是听得太懂的话，那可以看着歌词，然后我们集体来享受这一份孤独感。对啊，谁说孤独一定要是难过的？我觉得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可以去接受它，去拥抱它，因为 you are not alone，你不是唯一的。你要想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跟你经历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集体孤独。好啦，哎呦，我聊了25分钟哎，哎呦，好多人这样不看脸听我说话呢，Hello，大家好。那差不多，我也来休息一下嗓子。我们应该还要一下下才会到森林。那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零点听歌，然后可以小作文两句话，
一个 emoji 都好，告诉我你对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。那我明天会看，然后谢谢你们，love you 哦。那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喽，就不说晚安了哈，因为你们不准睡觉。睡啥睡呢？现在不是在放假吗？9点了，睡啥睡？对，睡觉，然后就先跟他们 say goodbye。但是我们先跟你们在一起到0点，然后我一定会跟你们一起听歌，然后明天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。OK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记得0点收听，集体孤独，拜拜。